为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斗门区应急综合指挥平台项目于今年七月启动，目前已通过初检，本月开始投入试运行。该平台满足了各级各部门防御多种灾害指挥决策的需要，以及企业社会公众对防灾应急信息与预警服务的需求。斗门区应急综合指挥平台由物联感知与应急通信网、应急指挥与大数据中心、应急管理平台及信息服务平台构成，以应急管理业务为核心，扩展和完善斗门区三防指挥系统，统一信息的入口和出口，让各类突发事件报告及时、流转及时、处置及时，达到一个大平台、一张网络图、一根指挥棒的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目标，实现数联网、物联网、市联网、管联网。比如说尖峰山如果发生火灾，我们这边有实时监控，如果值班人员看到的话，我们实时能启动。还有一种情况呢，下的话就是一个比如人民群众打电话给110或119，通过110119的信息直接反馈到我们这边，我们这边通过5秒或者10秒的一个预案的一个启动，能快速的将我们整个森林火灾的信息发送到相应的一个责任人。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斗门区应急综合指挥平台将在10秒之内匹配应急预案，并将相关信息直接推送给相应责任人，并由责任人将任务下发，保障了信息的上通下达以及事件能够快速响应处理。在应急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人员到岗情况、事件处理过程、事件周边信息等都将在平台中有全方位的展示，方便总指挥在掌握全局的情况下统一调度。一公里范围内有多少个蓄水池，有多少条山路，有多少个入水口，有多少个隔离带的一个信息，我们系统平台能相应的一个展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森林火灾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这个范围内有多少个学校，有多少个危险品和多少个一个风险点的一个信息，我们这边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一个汇聚能展示给我们整个一个总指挥的一个页面。据介绍，目前斗门区应急管理局正以大值班为第一窗口，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为主要抓手，全力以赴构建全区大应急管理体系。应急救援的队伍，这个应急的大值班，以及呢这个应急的预案、培训，还有视频，还有呢上传下达，都融合到一个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应急综合指挥平台这里边来，实现了这个呢信息化的管理，推动呢我们的这个应急的工作呢开创一个新的局面。